这马还挺稳的，嗯。在北京市里面有马车的地方，都是那个，嗯，车上都是水果，卖水果，无照商贩。嗯。啊，咱们坐大马车了，哇哇哇哇！嗯，挺好的。嗯，真是这一种享受。对、啊、对对对对。往上吗？往上。会玩，小心点啊！挺稳的，是吧？哎，不用安全带都可以的。嗯。哎，那我先不如这样，过马路，我现在把两边绕一下。对对对。这边扫马路。啊。说马还挺稳的，会坐车的还会晕车呢，就坐哦，哎、啊，那马要是跑的话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对呀、啊，颠死了！你这马车又慢慢悠悠，慢慢悠悠的，马那是颠死。马，大马呢？马在哪里？马在哪里？你有十块的吗？我没带钱。哦，没事。有现金吗？逛就逛那种小店开始了。嗯。这溜好多衬衫挺好看的。这有点像那个第五大道那时候，你们记得吗？那时候你喊完停车让你去看的。嗯，像。都市文化，嗯。对。大店小店它都有。
五点半，应该到六点十分这样，计时回去也差不多了。我第一次坐马好像挺稳的，挺稳的。我以为马怎么颠呢？你在内蒙古骑那种马跟这个马不一样吗？哎。啊，肯定不一样，那种马野性大一点，这马是驯的，是驯马。使馆是不是那条街呀、不是，不远了吧？不远，对，也近了。这个这里的它室内公园不少了，你看，这有了一个，还挺幽静的，看见没有？我嘞上次来的是这个，你看记得吗？哦，对。停站是在这里的。哦，对。前面就是。地点啊。对啊。哦。就说没必要，我们没必要走回米兰尼亚塔那边。对，可以转点。就近这里就行了。对，它等于说。过来了，这个是个图书馆。Library。这公园还不错，挺幽静的，绿化也好。马呢？马在哪里？马，教他说话。咦，你说马？大马，是不是？马一。咦，你说马？是不是？他自己扶着，真乖，小孩子。大马在哪儿呢？一。妈侄子，大马在哪儿呢？马。啊，那儿呢。
狗狗。大公寓，地方啊，感觉跟东伦多很像，嗯，东伦多那个什么那个它绿树也蛮多的。那里这里有个老屋，看见没有？啊。这个屋子不错呢，那个，哇，它这个雕刻还挺讲究。芝加哥蛮漂亮的。嗯？嗨，爸爸，爸爸，等一下，嗨，你说坐马车呢是不是？咦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坐马车呢？爸爸来一个。飞一个，这个响的，哎，真乖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爸爸拜拜，拜拜，啊，来一个 ，Give me five， yeah， 握手握手，跟爸爸握手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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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又来个马，看了没？这马还挺漂亮的，哎，马在哪里？这是带动旅游业嘛。有个牛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有个牛爬上墙上。嗯，这里挺凉快的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。这边好好脏，这个。
这个建筑有意思，这个建筑。那有法国国旗，估计可能是法国的一个领事馆来的。这又是一个大学，这两个室内大学挺多的。来看这个教堂，看到没有？掉了。它上面那些石头啊，刻成那些纹了。挺棒。这个做工还挺讲究的，是吧？挺美的。对呀、这也算欧洲对，欧式典型的欧式风格。欧洲很多是这样的。哎，这栋楼也蛮老了，这栋楼都应该有几十年了。80年这个。哎，这个又回到这栋楼。